素颜早言嚟讲 ，iPad 遮面 show 长腿。你睇唔到，你睇唔到，做咩用 iPad 遮住自己啫？你之前同大家见过面咯。虽然样貌同当年嘅小倩有啲分别，但都大方任影噶。做咩寻日搭夜机翻加拿大，冇面见人啫？嗱 ，iPad 遮得一时就唔遮得一世嘅，要过呢个关，必须 show 样对证件。哦，因为素颜，不过戴翻副眼镜，顺眼过之前噶啦，好似满意自己对43寸长腿咁，俾啲信心自己先得噶嘛。再见啦，得闲翻嚟香港玩啦。